个点儿点儿都有啊。行，我今天来细讲上次讲那个一个字，在银河光明里的字，就是老子的修行，是第七章，完全是老子的修行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细讲老子的所谓修行。在银河报应是什么样子，所以后面听得见吗？听得见吗？老子呢，他在这个在银河报应之后，于是就细述你怎么能够把这个营养的这所谓物质的魄力，心理的物质的跟心理的，也就是生理跟心理的，把这两个能够让他们饱和合而为一啊，能够变成两个变成一个，那么这是怎么办法呢？于是让他们永远不要离开。假设只有营养而你没有这个所谓生理作用的话，这营养不起作用的啊，所以必须是要让两个合一。那么老子呢，就在底下就说怎么能够合一啊？今天就专门讲合一的问题。这个所谓的合一，专气致柔，能无离乎？大家都有啊。对，所以现在老子头一个就提出来气。有一个老师傅问他几个弟子，人的寿命有多长？头一个弟子说，人的寿命啊，我们都祝贺人家长命百岁，有一百岁吗？另外一个弟子说，哎，孔夫子说呀，人生七十，这就是七十年了，能够活到七十岁就不错了。另外一个弟子说，这个中国呀，我们变成天干地支，天干呢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地支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所以把这个天干跟地支配起来，头一个就叫甲子。这个甲子因为天干只有十个，地支有十二个，所以呢他们轮流到第二个甲子是六十年，所以我们生六十是个花甲子，人能够活过六十岁就不为妖了。所以这弟子说，我认为六十岁就是不错了，谁能够活过六十岁，那么就这个人生啊，哎，活得不错，算挺不错的。师傅又摇头，我不是。另外就是说，那么这么样的话，就像孔子所说吧，啊，三十而立了，能够活过三十岁，
那么这个人呢，这一辈子也不错了。王师傅还摇头。这时候，另外一个弟子说了：“老师啊，我知道人的一生啊，只在一呼一吸之间而已。”老师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人生就是一口气。”所以我们俗话常说，一口气不来就完了，我们一个呼吸都不能停下来，所以这个气非常要紧。那么这是呼吸的气了，我们站在外头呼吸的气，然后能够引动我们身体的气，所以这一个气啊，不只是呼吸的。这道家呀，我这个没写啊，道家呀把这个气啊，用那个古时候写的那个无字，一个怎么样，怎么样，然后四点没火了。没火气，这是道家认为在我们身体里头的这个气。老子是说呢，我们能够把这个营养跟我们的生存的能力、生活、精神、物质合在一起，能够把这两个合在一起，我们就活出来了。所以这五个字呢，也就是老子讨论人所以能活下来的要这一个身体，四大假合之身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这四样东西我们叫它四大，这四个根本合起我们这肉体，这一个肉体呢不过是营而已啊。真正我们需要的是那个魄呀，魂魄的魄。那么把这个营跟魄，物质的跟精神的，换一句话也就是生理的跟心理的，把它绑在一起合而为一。而这两个东西呢，生理的跟物理东西都不能离，能不离乎，不要离开啊。这一离开，我们一口气不来就完了。所以底下呢，老子在仔细讲，所谓合一要怎么样呢？专气致柔，能无离乎？你必须要专，这一个专就是说，我们知道人完全靠这一口气，那么这口气啊，随着我们的心在走啊，所以假如我们心是柔和的话，我们这个呼吸也很温柔。假如我们急着跑，跑得很急，你这气就很快不合了。或者你生气，或者你悲伤，在这两种情形之下，你心动得太厉害了，于是呢，我们的气也就跟着短了，气也不阴了。所以心跟气这两样东西互为影响，所以真正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气是随着心走的，
你心要是妄动的话，性就刚了。你性越刚，你的心就越重，所以心跟性互相影响。那么老子提出来，你能够专性，把你的气能够专一。当你的气专一的时候，你的气就顺，气就和，于是你的心也就更平了，心不会再乱动。所以这个专性，我们平常时候我们要打坐，打坐是在那干什么？就是使性能够平静下来。但是你要使气平静下来，你必须要把你的心制住。所以你打坐这个东西是在什么？是在治心的，先要治心的，让这个心怎么样啊？要让它非常的柔和。当我们的心柔了，我们的气也就和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他说的能应迷糊，这个儿子啊，必须是迷念迷。啊，这个老子呢，他的文章啊，永远都押韵最多的。这个儿子在古时候就念迷，好比我们有首唐诗啊，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，啼诗惊妾梦，不得早聊兮。这时候古时候人呢，男人呢都要当兵，要往这个国外走，到辽之西。这个妻子呢在家里呢想丈夫，他不能跟着去，他就希望他能够梦到辽西去了。在梦里呢可以跟丈夫您见面，这个就是诗人反战。但是呢他说的非常的婉转，他不说反战，他是说妻子多么想他的丈夫，身子不能够到辽西，但是我做梦总可以吧。可是我正在这做梦，梦到我到辽西去了，你这个黄莺儿啊在枝子上叫，你叫的话连我梦都叫醒了，于是我不能够到辽西去了。但是这个你要用打起黄莺儿啊就不押韵了，古时候是你啊。那么所以说你能够啊了解这一个东西的话，那么当我们人以学道的人啊，你想修行，想要打坐，想要修道，头一个要先治心，心治住，治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。但是你要治心呢，调治这个心非常要紧的，这个气关系很大。不只是呼吸啊，这我们心这个身体里头这个气啊，关系很大很大的。能婴迷糊，能够不能够跟婴儿一样啊？昨天我们家里来了个婴女，我假设我们每一个人
我们要修行都跟那个阴一样啊，天下大乱。真正一个婴儿啊，他知道的需要的你就得给他，什么东西他都不管，他的欲望就是说的难听一点，就我们说就说吃喝拉撒睡，有什么欲望吗？没欲望。假设我们人人像我们自己这些大人，现在在座的几百人，假设你们都变成婴儿的话，婴儿的话，那不得了了，这一场大乱。一个婴儿已经把我们昨天许多的大人啊都搅乱，等他睡了，被他安抚好了，大人才能做事。所以老子说，我们能不能够大家都学英语，不是真正想英语，是希望我们能够达到婴儿的境界。这个境界呢，婴儿他就这几样，刚才我说的，他心里头没有是非观念，没有善恶感观念，也没有太多的欲念，你需要给他吃饱了，让他不动着，然后呢让他好好睡觉，婴儿就到这样。这是个境界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能够不能够把我们的欲望，我们的生活能够越少，就欲念越少，要求越少，同时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弄得非常简单，能够不能够像婴儿一样。那么这种境界呢，让我想起来我那时候，我在北大的时候，当时清华有一位教授，这位教授啊，他就提出境界的问题。他说我们人呢，经过几个境界，这个教授冯友兰非常有名的，那么他在清华是非常有名的教授，他也写作。那么他这篇文章啊，我非常欣赏。他说我们人呢，开始婴儿，欲念非常简单，要求非常少，然后呢我们长大了，我们变成成人了，我们人越大欲望就越高，要求就越多，于是名利权情啊，什么都要，为追求这四样的话，无恶不作啊，这必须要的话，而你拿不到的话，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得出来。于是呢，我们就跟说，这一个道不通的，你这一个道这么走下去，你一无所得，你必须要遵循大家共同走那个道，于是你可以就满足你所得，这就叫做道德。那么这种道德的境界呢，所以冯友兰说我们人生啊，经过几个境界，头一个婴儿境界，这婴儿境界小孩子，我要什么你得给我什么，没有是非，没有善恶。那么我们慢慢长成人，父母啊、师长啊、社会啊、制度啊，告诉我们说，你
不能够这么做，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大家群居的一个道德，你必须了解这个才可以。我们说哦，我们得走这个，于是我们遵守道德，得遵守这个道，我们才能够得以活下去，这就叫道德。那么这一个道德呢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行道德呀，非常勉强，因为我们一个本能的东西就是饮食男女，这事孔子说的非常简单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成焉的，饮食让我们本身活下去，男女让我们本身能够延续下去，这就是人的大欲根本的理念啊。但是冯友兰说呢，当我们经过了婴儿这个阶段，再经过成人的这个饮食男女的大的阶段，于是我们开始讲道德。讲道德呢，这时候到了第三层了。道德讲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是按着道德走，我们慢慢的、慢慢的陶冶自己，训练自己，使自己慢慢、慢慢的越来越自然。自然到什么地步呢？到婴儿那个地步。所以说，他说在迎错报一，然后你能够做到专气，你这个气啊不暴躁，因为你的气不暴躁，你的心不妄动，你的心不妄动，你的欲念就更少。这样的话，所以我们，我想在座有很多人啊，大家都知道气功这东西。我们知道要治这个心，你先能够练气，你把这个气能够专一了以后，你能够控制它了以后，你的心也就不妄动了。当你的心不妄动的时候，你的气也就柔和了。那么知道这一个东西以后呢，其实能婴儿服啊，这个儿子念泥啊，就刚才我说古时候不念儿子，念儿是后来的人，古时候都得这念泥。你能够跟婴儿一样的那一样的无知无欲这样下去吗？这不是古时候圣人包括老子在内希望我们人能做到这样，但是这是个境界的问题。假设我们大家伙都跟婴儿一样的话，那简直天下大乱。而只是说让我们的心境跟婴儿的境界一样，所以我刚才提出来冯友兰冯先生这位清华有名的教授，他把我们人类分成几个境界，头一个境界是婴儿的境界，然后我们成人了，我们在学习的境界中间，然后我们讲道德，讲了道德了以后啊，我们人慢慢自己把自己慢慢提升到非常合于自然，这就叫做天人的境界，天上人的境界。但是呢，你这还是自己有所作为。冯友兰说，最高的境界跟婴儿一样，非常自然，你不必那什么，但是这个婴儿的境界跟真正的婴儿不同的，只是境界跟婴儿一样，少知
少欲。我们知道的越多，我们要求的就越多。当我们不是不知道，跟婴儿一样的不知道，能应付，你能够不能够学婴儿？虽然知道了，但是我们欲念也跟着一样的减少。我们明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冯友兰说，当我们能超过天人境界的时候，到了婴儿的境界，但是这个婴儿啊跟那个婴儿啊差得太远了。到了超越到天人境界，我们连天人的境界都还有一个境界存在，都不要超越到那个哈，你婴儿一岁以下的，你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要什么？我吃饱了，穿暖了，有个妈妈抱着，我这是怎么样让我能够感觉有机了？孩子要的就是机呀。那么这种境界的话呢，没有什么，不会有什么是非。你只要给他这一些东西，让他满足了，他就满足了。只有我们成人，我们要的不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饮食而已。那么我们要的非常之多，名利权情样样都要。拿不到的话，用尽各种的办法啊，软的硬的，狡诈的，压力的，想要把这东西拿到，而且想这东西呢永远长存，而且呢这个东西呢超越世间一般人之上，这样的话世界才有了争夺，世界才有了这么多的罪恶发生。所以假如我们的欲望能够跟婴儿一样的话，这个境界是超过了道德，超过了天人，达到一个比真是跟婴儿一样的，不是无知无欲，而是说知道了很多，太清楚了，而且把这个欲念呢了解，也自己都经过，减到最少最少，最低最低，低到不需要别人帮忙，低到更不会伤害到别人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是老子所希望的。你这个气是专一的，当你的气能够专一的话，我们这个气随着心在那走，我们心平就契合了。心怎么能够平呢？我们头一样，我们要让我们心平的话，我们也得要气要先平。气能够合了的话，你心自然这个归于平。所以说我们人既然耐气，靠着气一口吸不来，我们就完了，耐着气而生。而这个气呢是随着我们心走的，我们心越妄动的话，你就气就越刚。当我们的这个心越刚的话，我们就越动。这个当你心动的话，你的气也就更刚。我们看生气的人，有时候到不可理喻的地步。所以我们平常要做的，你打坐也好，世间的俗世的这个给我们的教育也好，就是告诉你，
一切贤至心，至心一处，这样的话心真正端了，你气自然就和了。那么这就是老子提出来的那五个字，在一破报一能无离乎。我们这身体跟一个车一样的，里头载着我们生理的营养，载着我们心理的心气，气魄魂魄这两样东西，物质的这生理的，心理的精神跟思想，这个心，这是心理的。我们这两样东西都不能离开，这两样东西离开一样，我们不是死了就是疯了，要不然就傻了，都不是全人。被老子提出来，这一个身体载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载的有物质的营养成分，还载着呢有一个灵气的魂魄。而你真正的修养是什么呢？是你的这个魂魄，这个气跟你的身体的生理的这个营养能够合而为一。所以诸位在座的有打坐经验的，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真正打坐打得好的话，生命起大变化。那么当你生心理起大变化的时候，你的生理也跟着起变化。所以佛家的修行跟道家的修行跟我们世俗人的一般的讲道德，说实在都是在心跟这个气中间但是做文章。那我们能够要紧的才知道，气能够帮助心，能控制心，而真正使气能够温和，气不乱动的是谁呀？是这个心呐。所以这个心关系太大了，它管制我们的健康，它使我们能够生存，而且它可以使我们生存的快乐不快乐，使我们生存的生活的健康不健康都在一起。没有自在，没有神明，要不然上帝也好，佛菩萨也好，那忙坏了。现在人越来越多，他得管多少人呢？他即使神通广大的话也很不容易。上帝、佛、菩萨都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对我们自己要负责任，我们的欲念、我们的道德、我们的气派、我们的这个生活快乐不快乐，一切事业能够不能成功，自己都自己负责任。而这个负责任呢，是从小地方就要负责任起，而且不可以一补十寒，这就是一报的十寒，那个报的应该念补，就是日子旁边的补一样的。晒一天，冷的十天，白菜不可以的。这个东西，早日新，又日新，日日新，不能够断的。
不能断了，我们就要学老子这个，以使你自己这个气越柔和，你的心也就越柔和。你的心愈柔和，它就不刚强。不刚强，心不动的话，你不会胡作非为。所以老子就提出来啊，就是那个所谓的抱银魄，把你的心先制住。我们要学到头一个，就是说你能不能够管住你这个心。没有神明，也没有菩萨来替我们管这个事情，真正能够处理我们自己的，只有我们自己。大家知道，一切的事情有因，一定有果，就是时间的因果；有因，一定有缘，这是空间的这个安排。所以，不管是因果也好，因缘也好，最要紧的因。所以一般人说菩萨重因，菩萨最重要的看重的东西是你如何造你的因。而我们众生啊，我们注意的什么？我们注意的是果报。所以菩萨最害怕的就是因造的不好，而我们众生害怕的，怕结果不好。我们忘记了能够有这个果，是因为有因。所以说，菩萨畏因呢，害怕这个畏众生畏果。我们整天着急的害怕的，就是说结果会怎么样，老问结果怎么样。而我们不问一问我们造的因是怎么样，所以能够知道这个以后，头一个我们先要管住我们的心。我们能够管住我们的心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管住心平和，心不妄动，我们的气就缓和了。所以这叫专气，而且呢要治柔，要让之柔和，气能够柔和的话，心跟着也柔和。那么你怎么能让气柔和呢？叫专气。所以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功夫，你用什么的方法打坐，最要紧的不在你的姿势，而在你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最要紧的就是调气。要调气的话，能够使气能够调顺，最要紧的是看你心平和不平。所以我们才说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我们把这个心能够把它管住，心能够专一的话，你气也就能专一。而你这个气你能够控制得住，能够把握得住，你自然就柔和。我们要的柔和要的很厉害，要怎么样？我们能够要不但是我们的心要柔和，而且我们需要我们的气柔和。
能够心柔和，能够气柔和，我们的行也就柔和。所以心柔必须气和圆柔，气柔了，心柔了，我们的外表身子就变了，行就柔了。所以能够这三个柔，气柔、心柔、行柔互为影响，我们打坐是为了行先柔，这么一坐安安静静的，于是呢这心就柔了，心一柔的话跟着气就柔了。相反的呢，你能够气不刚，你能够气柔和，我们呼吸各方面都是柔和的。你这个呼吸气柔的话，我们身体里那个气也就跟着柔和。这样的话呢，当你气柔和，别人甚至于骂你、打你、欺负你，你心都不柔不动，你的心永远柔和。逐渐逐渐的，我们的外形整个柔和。所以最要紧的要使心柔，要使心柔的话，更要紧的就是你要能够让气先柔和。这个气柔和呢，又要你心来帮忙，所以外形如何靠着我们的内心，内心如何靠着我们的心气。所以说大家拼命练气功，为的是使身体能够健康，身体呼吸各方面都能够不衰老，不衰也不老，一切麻烦都可以减少。但是这一个东西，这就是老子所提出来那个五字：载、明、破、抱、一，能够把你的生理的，使你生理能够得到营养的，然后使你心里这个魂魄能够健康，能够往好地方，同样的让这个物质的生理跟心理的那个魂魄能够合而为一，这就是我们的修行。所以有许多修苦行的人觉得，我们既然让我们少欲嘛，那么我们不一切欲念不要有，一切欲念不要有嘛，啊，就好像少吃少喝。释迦牟尼出家曾经修过苦行，修了苦行修了不少日子，完了回头想想，我对于我的生理修行是苦行，瘦的前胸和后胸几乎连成一样。释迦牟尼的苦行，大家的肋条骨啊，后面的背上的骨头都露出来了。我心里有没有进步？我对于生死，对于这个世间的一切的缘，我明白多少？没进步。原来苦行并不能帮助，知非辨舍，立刻离开苦行因，然后自己再找一个方法。所以释迦牟尼出家这多几年中间呢，他试过所有印度当时所谓圣哲这一些高人的方法，他都试了，结果试了他都知道不对，
并不能够让他的智慧更增加，更说不上能让他开悟。所以他了解这个使我能够让我开悟的只有我自己。我们中国造字非常好，开悟一个心，一个无，是谁使我们开悟的？是谁呀？就是我的心了。没有人能帮助我们，没有菩萨，没有佛，没有人能帮我，但是使我们心能够改变，使我们心能够光明，使我们心能够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心定下来以后，我们还要借着别人、古人过去的圣贤，他们的经历，他们的言语，他们的言论，所以我们要多读书，多经历。但是多读书，你自己不好好修行的话，书还是古人的，不是我们的。我们能够读一本好书，等于把一个高明人一辈子的经验，我们在一天几天之内我们都得了。这是真正会读书的人啊，这样的话，所以读书可以使我们不但进步，身体跟心理都进步，而且可以使我们非常的快乐。当我们读一本好书的时候，我们快乐的不得了，不知不觉自己都会起快乐的笑起来。对于这位古人的感激感谢，从心里头感激他，感谢。所以我们能够知道，真正要紧的治这个心，治这个心，那么你真的能够要治这个心的话，先来练你的气。所以老子提出来，我们能够把这一个载我们生理、找我们心理的这个身体，别造它了，至多活个一百年吧。这一百年呢，先有来年少，后有老。年俏的时候不知道保养，年老的时候呢保养不大容易，有许多运动老年都做不到了，中间呢所剩已经不多了，所剩的不过是三四十年呢。人从无知乱动到我们能够所谓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，我真正知道我应该怎么立，不是说立起来怎么生活，怎么能够变成个人，像个人一样能够站起来。这样的话中间所剩就不多呀，还有一半睡掉了，就一半时间把它睡了。所以真正修行的人舍不得睡觉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一天24小时啊，晚上睡个8小时，中午再打个小觉去掉2小时，这一半是睡觉了。所以说这是唐伯虎的诗，人生70古来少，前出年少后出老。前头嘛把年少除掉，无知；后面把老
年老去掉无能，中间所剩已不多呀，还有一半退掉了。那么你能够怎么办呢？那么这一些东西你能够让它柔和，这个柔和可以使我们活得更自由，活得更愉快，活得更长久。所有东西，钢的东西一掰就断了，最难断的是那个软软的柔柔的，好一把它扯呀，你把它拧啊，想要把它撕断，好难好难。所以人生千万不要太刚强。老子非常自律，也劝人老是借刚强，不要逞强，不要认为我自己很刚，我很了不起，不要。真正能够柔，能够弱，能够谦虚，在你做事处人，在一个整个的大环境也好，小环境也好，这是可以使你不但能够把一切事情处理好，甚至于真要紧的可以增长你的生命。我们这个命啊不是定了的，诸位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命定该活多少是多少，命长久不长久靠自己，而靠自己最要紧的记得刚强非常容易折断，柔才能和，真正柔和的话让它断了，让它灭了，不是太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既然知道物理方面柔能够克刚，我们的生理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柔能够克刚，所以老子提出来专气致柔，怎么能够柔和呢？专气，专一你这个气，这个气不只是呼吸而已。再说有练气功的，有打坐的，都知道不是我们呼吸的这个气要紧，我们身体里头有一个气，这个气只有你真正练功夫的人，或者是你打坐心能够真正静下来的人才知道，我们除了呼吸的外部的气以外，我们身体里头有个气，这个气它可以使我们健康，使我们少欲，使我们少烦恼，使我们外形也变得柔和，而更要紧的能使我们长生，活得更长久。不要吃什么补药，也不必去求仙，仙人补药都在这里。这一个要紧的药就是柔和，所以老子提出来专气致柔，你能够不能够使你的气先专，专的气为什么？为了让人柔和，你气平了，你自然心就柔和了。
气柔和的话，心跟着柔。当你心越柔和，你的气就更柔和，心跟气互为因果。而操持这个东西不是神仙，不是菩萨，没有人帮助我们，只有我们自己帮助自己。所以老子在临破抱一之后，现在说门禅修行，头一个他就提出来，专气致柔，能无离苦。你能做不能做？不要离开他们，记得时时刻刻思之里头。那么，你能够这样的话呢？把这一个气调柔了以后，专气你能够致柔了以后，能够不能跟阴离一样呢？这在这儿大家要念，不能能阴而无华，运不合。胆阴破暴一，专气致柔能弥补，气舒旋来能四足都押韵的。所以这是老子的一个《道德经》，在老子这本书里头，老子很注重的，不但义理他把握得很好，连这文字音韵都把握很好。所以我们读《道德经》，不但要了解老子所说的理，而且要学了解学习了解老子他怎么运用他的文字。所以这文字之美啊，这个五千二百五十四个字啊，老子运用的好得不得了。所以后人每一个字用一万字来解释他这一个字，所以解释老子的文章一共有五千万个字。在这个世界上翻译外国书最多的外国人，头一个是圣经，第二本被外国人翻译最多的老子，不是孔子，是老子。因为他们从这里头呢，他们发现不但文字美，他们发现这里头有多少对自己的身体、对自己的心理、生理、心理都有帮助。所以这个让我们能够柔和了以后，我们外形柔和，我们心里头柔和，我们的气也柔和。最要紧专气致柔，这个柔字关系很大。柔谁能给我们柔？我们自己。我们对一切东西不要来硬，不要刚，刚强易断，最容易断的嘛，一掰就断了。你那个饶指柔啊，你扯它，它随便一扯，它伸长一点，它又缩回去。把一个柔的能断了，太难太难，你继续拿剪刀，或者不是剪子就是刀子，你才能把它弄断。所以老子提出了啊，这一个比前头的在银货报一啊又更进一步。他提出来柔，这个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，尽量的柔，先使自己的气柔和，再使自己的心柔和。你不只是我就柔和这一边，我就柔和这一段，而是能无离苦啊，你不离开。然后气出旋揽能无思苦，这是修行啊。好了，
你们今天修行了，太累了，我休息时间不可以。这一面东西，这个心，这个心呢，就跟一面镜子一样，所以古人把这个心称为玄览，神妙的一个镜子。这个神妙的镜子，你要不停的洗它，把尘垢除掉，就是剔除玄览，不停的把这个心脏的东西洗掉，烦恼的东西洗掉，把这些无知的乱七八糟的除掉，把这一个玄妙的这一个镜子，让它没有一点裂痕，它有一点裂痕，撕裂痕的话，于是它就怎么样了，找就不能找得全。所以能够这样的话呢，使它能够发挥作用，使我们能够行住坐卧的，使我们做好事做坏事，使我们能够修行，能够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的，都是这一个玄览。把这个玄览洗干净是谁呀？没有外人，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要洗心啊。